其實在學校搞就得啦，有啊，有啊，正常喺學校搞又安全又可以表達佢意見。因為你學校過夜，學校過夜已經係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啊嘛，所以過夜係最好嘅可以，但係要同學校申請。你大專生就話可以出去坐下啫。喺中學生最好嘅時候，佢小學生，小學生，估下我，小學生，信啦，你係小學生我就信，你係小學生我就信，係嘛？
九點，我放九點。我未影對過啦，第二打第二對。決賽嘛，有打啦。
即係入咗邊隊就係。我批個講佢啊，佢哋係攞冠軍。Bye.